黑人陈建州和范玮琪的双胞胎出生已十多天，而黑人更是变身炫娃魔人，时不时就在社群网站上晒上双胞胎可爱的模样。初为人父的喜悦隐藏不住，跟随老公的脚步，不久前范范也在微博上晒上一张黑人与彭于晏的合照，原来是彭于晏带着红包前来探望。而范范也透露，一双儿子已经认了彭于晏当干爹。他更打趣地说，以后跟人家说儿子的干爹是黄飞鸿，会拉仇恨吗？幽默言论也让网友笑翻。黑人也紧接着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发文，以后儿子的功夫和健身就交给这位了。彭于晏曾在多部电影中展现自己的好身材，近日凭借电视剧《风中奇缘》霸道深情的将军魏无忌一角，虏获许多少女粉丝的心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